口绿灯亮起，所有车辆不是直走就是右转，只有这台机车离奇的往斜前方冲，撞上护栏，机车弹跳后倒地，26岁骑士人则撞飞，头下脚上，整个人翻落到约10公尺高的桥下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骑士的鞋子和安全帽飞到草堆，人则是失去呼吸心跳。救护人员一路 CPR 抢救，送医仍旧是伤重不治。驾驶是否饮酒，尚待抽血检验。事发在苗栗东西向快速道路及客属大桥路口，26岁骑士通过路口往右歪斜，撞上护栏，又弹飞摔落10米深桥下。而恐怖意外也发生在台中。外送机车倒在平交道，铁轨血迹斑斑，男骑士被区间车撞上，身首异处，而他所骑的外送机车倒在路边。取完餐以后，前后不到30秒的时间，然后车就不见了。没想到案情逆转，原来死者疑似是一名偷车贼，趁着外送员取餐骑走摩托车，又遭火车撞击。平交道这段杆放下来有一段时间，他才进入，他没有跑，他在铁轨上。偷车贼疑似做贼心虚，闯平交道被撞，整起意外也影响近1500名台铁旅客，连接返乡5列车，共计延误近3个小时。记者彭志明、徐玉文、王善 SNG 小组苗栗台中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，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